这里，我是王田。对，我是王田。那田儿是舞蹈主播，喜欢田儿的呢，可以点点田儿的关注，再勾勾我的直播时通知哦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个舞蹈呢，是一个古典舞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，然后点点关注，勾勾直播时通知。
谢谢花呗送的巴掌，谢谢。你是紫霞妹妹吗？笑得我好紧张，为什么？紧张什么？是古典舞，那下一个呢？下一个呢？给大家跳一个现代舞，然后给我一点时间，主播去换一个衣服。嗯，倒计时30秒。昨天的那个跳，昨天的好快，是很快啊，没有头发的美感。谢谢谢谢，那是是不是超快？喜欢甜甜的可以点点甜甜的关注，然后再勾勾甜甜的直播室通知，就在这边看到没？右下角。勾勾甜甜的直播室通知，再点点甜甜的关注。更紧张了，紧张什么？有什么好紧张的？好，那还有时间，甜甜继续给大家跳舞了。Say something, I'm giving up on you. I'll be the one if you want me to. Anywhere I would have followed you.Anywhere I would follow
will swallow my pride. You're the one that I love, and I'm saying goodbye.大家看田儿跳舞恋爱了，点了关注没啊，就说恋爱了，勾了直播手通知没啊，就说恋爱了，恋爱了到我直播间去。现在是九点半，待会儿九点半直播，喜欢田儿的可以到我的直播间去看我，然后下一档的时间呢是9点，简直太简直了，什么太简直了，感谢992让我看到这么精彩的舞蹈，哟喂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很开心。那待会儿我们的依然呢会继续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，对对对，简直太好看了，谢谢。谁知道刚才那是什么歌，刚才那是那个 Say Something， 然后对，好热呀，头发都跳干了。刚刚感谢九九二让我认识了甜甜，也不见你去我直播间支持支持。虽然甜儿的点点甜儿的关注，然后再勾勾勾勾我的直播室通知。一会儿就去，好的，9点半直播，等你哦，等你们哦，快点点关注，点了关注你就是我的人啦。为什么我还没下？时间到了呀！拜拜，待会儿见。9点钟见，拜。等我哦。